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大家。早文哥。快。选自己的装备。三二一走。早阿哥。Hello。你也要来。我不用了，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现在要干嘛？你们试试。衣服，他衣服没穿完吧？我穿完了。可以带了，可以可以。哎、嗯，这次怎么还被护腕了？对的，冰秀给我一个呗。哎，这手套有没有黑色冰秀啊？看一下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哦，这个是右边的，这个是右边的，这是右边的。这个是哪？是哪边呢？啊，这是左边的，这是左边的。还有什么要带的吗？何老师走过来，何老师。拾取自己的装备。带冰袖吧，带个冰袖。嗯嗯。我拿黑的吧。你要拿黑的。我这是第四次了。我第二期的时候说要大干一场，确实活到了任务四，但是任务四被抓了。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说要大干一场，确实是大干了一场。然后跟着伟霆哥和汉宇哥。就是当时他们俩是那个试炼者，然后我跟他们俩组队，我能活到那个是我能活到任务二也是很惊奇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离谱，离谱。随便选。对，挑选自己的装备。那个是冰袖。你们要去干嘛？我们知道呀，巨轻松今天。真的假的？全程看你们做任务。真的假的？隔着条河呢。你以为富贵人那种是那种追逐，然后一直在看老乡？没有啊，我们很轻松啊。是富贵险中求，今天巨轻松。是的，你猜猜巨轻松，就是我们是经商，你们是正儿八经。他们说你们是正儿八经得搬砖。我们打工。对，我们是经商，就是轻松的话巨轻松。我屁股都是酸的，我昨天前天刚练完腿，我不知道今天怎么跑。那我病人给你捶捶腿呗。可以。按摩一下，哥，我给你抓，我给你冲业绩，但是你给我按摩一下。好，为什么还会困？说杨泉姐姐是吧？还在玩梗，头好痛啊，要掉脑子。
我好痒啊！啊，好痒啊！神童去。拜拜。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，你们。拜拜。拜拜。跟送孩子上学一样。有没有？这就不舒服。没有吗？宝家公司的山庄。对。吃枣子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。马哥看外面的天空好美，看那边，哇，丁哥快看天空，来 hello 我回上吗？我回上吗？你帮我拍张照片吗？好，有了，站着站着多拍点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，你俩Okay, 好，注意安全。嗯，丁哥，注意安全哦。马哥也是哦。注意安全。想要去你和我。太漂亮了。还有月亮，你再往上抬一点。嗯，对，嗯。够了，大家再回来吧。不能指月亮，月亮会割你耳朵。汉宇哥，那我第五啊，我今天前五。怎么样？一期比一期难逃，不摆了，太累了。太难逃了，已经看见路透了，马哥自己背个麻袋。就摔了，摔了个屁股左右，啊，很跳。算了个屁股蹲，哎，可以，不是脏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没事，抱摔了。确实，头一次跑的感觉，确实好，全身湿透了。嗯，怎么办呀？我觉得今天张哥的强度都没有我的强度大，不可能。我溜了三次，我溜了四次，谁不是？你知道我那三次有多猛吗？我加起来至少有五分钟啊。去多久？我也是。这去回复吗？我就是那哥后面都开始滑铲了，他这样过来的，就这个姿势，然后把你骂了。然后没有，他滑铲了之后，然后后面还站了一个，这有两个人同时追我，然后我从那个旋转门就进去了，他们就没抓到我。对，我看到你被抓到那个路过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被抓的，我是那个啥。我是那个人冲着我就过来了，我在跟他秦皇绕住，绕的时候把他绕摔了，一个屁股蹬坐下去了。太猛了，一个二个的。走啊，张哥，咱们房间不在这儿，离得远是违法。他说：“下次你别再挑衅猎人了，你把每个猎人都挑衅了一遍，他后面会已经开始针对你了。”我说：“还有两，他说还有两期呢，你别这样。”我明天我就跟他们说辛苦了。我跟狼尾现在是有，对，我本来我们两个账已经算完了，这一次过后我跟他又有一笔账要算，我是十团萨拉赫。永远有一笔账要算。张哥，你能不能保一下我？你都拿了三期加速了。我怎么保你啊？我今天想跟我不是一队伍的。我今天想复活你来着。不是你跟我不是一队伍，怎么保你啊？但我今天本来想复活你来着。那你为啥不复活呀？我呀？因为你跟我不是一队。你明天争取跟我一队，我就复活你。张哥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跑的怎么样？嗨，我们加速王了。真的啊？怎么可能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汉语哥呢？强哥先吃饭吧。啊？你们那边游戏是啥？搬砖。搬砖。车震。我们那个好惊险。我们那个不惊险吗？我就是因为搬砖。绝对没有我们惊险。你们那是啥吗？我们那个是去跳广场跳舞，要连敲。确实，搬砖。搬进来，搬进来。然后我们就要响那个报警器。然后报警器的位置就是保险位置。你找你挑那个就来找你。惊险肯定是有惊险，但是我是点儿背，我一做任务敌人就追来追我。那不是复活了吗？你被谁复活了呀？这白场最好。这期其实挺难的。嗯。这期很难。好难。特别是我们那边现在太多了。我都没去过一次。我们那边全是转角遇见来的。然后转角之后开始硬拉，没有地方让你强行躲的那种。你知道我躲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展柜里的柜子，我差点窒息了，我在里面。怎么样，何老师？我被定向抓捕。
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是不是太强被针对了？啊？是不是太强被针对了？我那任务太难了。中国好。中国好。我那个任务巨难做。第一个就是加速支撑，黑夜我才能看他们的特征，但是一到黑夜就有一个猎人，他要来定向抓我，就是我在哪儿，他知道我位置，然后直接就跑过来抓，然后黑夜和白天要间隔五秒才能换，因为你知道那定向抓捕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现在坐飞机回成都，那个猎人都要来成都把我抓了。大家都就位了啊！我们这张床上只能最后留下一位小朋友，好吗？不是，我这个不占优势啊。旁边小朋友。然后呢？来，只能用身体挤下去。我们不是拳击游戏啊，不是拳击游戏。三二一，开始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不能用手，可以用脚吗？可以拱，可以拱，把别人拱下去。啊！谁？拱下去了。想躺在没人的地方，看天上星星那么亮。我要把丁程鑫弄下去，投降投降，挤下去，快了快了，看我怎么没有下去，你写的对 ，no， 那 no， 好，小宋淘汰，我记，不是他俩没参赛呢，没参赛啊，好了。小贺淘汰，我淘汰啥了？小贺淘汰，小贺啥都没干。哎，用手了，开始。这是蠕动吗？要，对，要蠕动哦，不能用手。行，下去。走马哥还要蹬一步上来的。我们规定啊，脚下去就算结束啊。好，两位淘汰。最后把张学仁先搞的具备回来。对，张学仁太强了，把张学仁搞下去吧。还挺能如的，还挺能如的，真的。多能，真能如啊，丁哥真能。木耳熊，我看看是谁最能如。如哥，我们先把药扔开。别。如张哥，如张哥。好恶心，杨洋，我记住你了。太可怕了。如什么？如了，如了。不能用手，来了吗？看出来，好累啊！真的来了吗？弱势人，好激烈！你怎么能站起来？你正常吗？站起来！来，柯老师淘汰。我不能站起来。你觉得呢？大家都站起来就倒了。来，柯老师，我没了。来，柯老师淘汰。你是不是站起来了？耶！看到吗？你们在联合套路，我看出来了。我就说我想办法立马这个跑掉。我想在如来，你也没动。叫布丁，爽死了。想不想如来？江哥，你看，我要给大家展示一波高操作。对啊，你得复古下，发动了，啊，那不净化一下，净化一下吧，各位，把人丢下去吧。哎，这个什么净化一下，这放飞了，净化了，净化了，净化了，来净化，净化，净化了，净化了，哎，别用手了啊，别给我净化呀，来，脚你们俩光荣的净化，好，把手下抓住，快快快快快，张哥快下去，三，咱们结束，二一 ，go go， 无意义的战手吧，就。记得晚上来脱掉这身臭。哦哦，还有机会。不行啊，张哥，输下来就这么事。马上来就这么输了。好，现在这是关押季军，快。还好没有什么惩罚，对吧？你搞个加速能量，我可能就给。这么爱他吗？啊啊！不行，有点太假了。谁呀？把烦恼摇出来。哎哎哎哎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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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别打别打别打！哇哇哇！快投不行了，太快投不行了！好难受啊！你好强，地心好心一定。好，那我们对。
这次最终的胜利者就是翔哥。